就嚟过年啦，点样装饰屋企咧？梗系啦，话咁快龙年就到啦，咁要买装饰新年嘅用品，梗系要过嚟华埠啦。嗱，今日咧就带大家嚟到利安风水佛具。哇，你睇下啲龙栩栩如生，识喐噶，几有科技感啊！一于带大家入去参观一下。入到嚟真系花多眼，又选择太多啦！你睇啲利是封几可爱，龙年利是封啊，同埋呢个你睇下几可爱嘅财神爷，一定要买翻屋企啊！嗱，呢啲传统嘅挥春咧就一定要买啦！嗱，一帆风顺啊，啊，同埋呢个金元宝，龙年嘅金元宝，盆满钵满啊，真系太多选择啦！一于问下老板有咩好嘅介绍先。哇！喺真系花多眼年，太多选择啦！一于请老板嚟介绍下今年有咩好嘅推介。系啦 ，Jimmy， 系啊，我哋今年入咗好多动感嘅龙年嘅挂饰，好似呢条龙啦，佢识喐噶。哇！喺几特别，哇！喺真系现代与科技结合，哇！真系栩栩如生，龙年发大财啊！唔错唔错，诶，仲有咩其他选择啊？哦，除咗呢个龙之外，我哋两个款呢个龙咧都系识喐噶，好似呢个龙啦，呢个双龙啦，又系识喐嘅。哇，双龙送福，哇，真系唔错。诶，因为最主要一样嘢，佢又立体啦，又有科技与传统嘅结合。我觉得呢个通常会挂喺边度多？哦 ，Jimmy， 你问到我呢个问题咧，我顺便讲啊，我哋呢、这个龙年嘅挂饰，除咗系装饰之外，咁如果响风水嘅角度嚟解释咧。今年的是非位避到我哋每一间屋的中宫位，哦，咁样咧中宫位挂呢个系非常好的，点解呢？因为第一佢系红色的，而且佢系动的，咁咧红色咧佢就化咗啲是非小人，咁嗰个位更加好啦。哦，哇，喺呢个选择一定要啦。咁啊，仲有其他？诶，呢一个啊，仲有一个啊，嗱，呢边系一个，又一个，仲有一个龙啊，两种两个款唔同噶，任君选择啦。系啊，呢个款都好靓噶。龙年大吉，最紧要系识喐嘅，今年一定要最紧要呢个啦，挂喺中宫位啊，所有嘅是非小人都帮你辟晒去咁啊！龙年发大财，啱嘅。龙年发大财，龙年吉祥。诶，仲有其他装饰喎？呢一种系点啊？啊，呢一个咧就系我哋今年又系入咗一个咧比较特别啲嘅啦，有个福字，咁佢系五福临门。希望咧，咁啊呢个个个翻到屋企咧，带住呢个挂喺屋企咧，就五福临门啦，个个身体健康啦，心想事成，想有乜有乜。系啊，最紧要福到啊！哇，仲有锦鲤添，哇，真系好靓啊！好靓啊！呢啲今年嗰啲。诶，仲有呢一个系家和万事兴又点啊？系咁样咧，就因为佢系同款，咁啊，我哋有个五福临门啦，咁有一个家字，我哋每一个人心目中咧，做完工咁辛苦翻到屋企，个个希望屋企点样啊？家和万事兴。哦，一定要龙年发大财，系啦，老板，哇，你条手链咁靓嘅，哦，系啊 ，Jimmy， 因为今年咧，我哋知道咧，依家我哋最紧要咧就系平安啦，咁啊，同埋系咁啊，平安之余咧，咁啊，个个都想搵多啲银子啦，系咪？啱啱啱。咁我呢两条手链好特别咧，我就今年系事不少做嘅，咁一条咧就化太岁嘅，因为依家啲化太岁，你知我哋传统个个都希望。平安啊，顺利啊，系咪？咁啊，就一个化太岁手链，多啲嘅 lucky 去帮助我哋咁样。咁啊，另外一条咧就系招财嘅。哦，招财最重要呢个。咁呢两个手链有咩特别咧？就系因为经过师傅系做咗法力法嘅，所以咧佢系特别好嘅。咁啊，所以就如果有兴趣嘅，就快啲嚟啦！我哋数量唔系好多。哇 ，Megan 呢边仲多选择喎。诶，呢个咁特别系咩嚟噶？哦，系啊 ，Jimmy 啊，呢一个咧系。我哋今年做翻嚟特別嘅就可以平安掛車符。誒，咁通常掛喺邊度啊？通常掛喺咧你嘅車嗰度中間咧有塊鏡嘅。咁咧掛喺個鏡上邊，然後咧你嗰個梳咧可以有個導航下邊，如果有個導航咧，你就修剪到佢咧，唔好借住嘅導航咁就得噶啦。哦，呢個全部係開光過嘅喎。係啊，我哋所有呢啲物品咧就開光咗，希望咧開光咗多啲嘅力保大家多啲嘅平安。哦，同埋呢啲手鏈又係咩嘢啊？有一个是化太岁的手链，是红色的，咁啊红色的亦都有红色的化太岁化是非的小人啦，咁我哋亦都有黑色的化太岁手链，咁啊黑色化太岁可以辟邪，咁啊跟住仲有咧，我哋就系有五路财神，五路财神咧就系两种嘅，咁啊呢个咧五路财神红色嘅咧。就除了招财之外咧，如果个家庭需要帮忙，即系和谐啲啊，或者多啲喜庆嘅嘢啊，
咁咧就要戴红色嘅，攞多啲人缘嘅嘢。呢啲咧系我哋公司咧就做嗰个叫三合嘅，因为三合咧十二个生肖入边咧要分四组，每三个生肖会一组嘅。咁喺我哋嘅角度，如果带住啲嘅做成锁匙扣，因为多啲带住喺嘅身边咧，多啲贵人喺度保守护你。三合入边咧亦都有金色嘅，你呢一种嘅三合。咁除咗呢个三合之外咧，我哋亦都有本命佛，即系啲本命牌咧，可以摆喺我哋嘅手机。咁点解要咁方便？我哋一定要做到随身携带先起到嗰个作用。嗱，关于风水佛具嘅问题，梗系要请教 Megan 啦。Megan 啊，今年有冇准备好为我哋客人准备任何风水嘅饰物啊？诶，你有准备过？诶，你又知道嘅，咁系啊。我每一年咧，我都已经系准备啲每一年嘅风水嘅饰物俾我啲客人嘅。咁我已经准备好啦。嗯，欢迎你哋咧，如果有啲乜嘢，随时可以过嚟咨询我。